这馍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干，你知道那可以吃？那糯米做的、啊，糯米做的红桃糕那种外面的，我记得真的可以吃。对，真的可以吃啊！你吃啊可以吃啊，你不要煮，你不要煮，你直接吃。真的可以吃啊！真的可以吃啊！直接吃的。就糯米就喊着，就喊着，然后它就自己炖掉。你有没有吃过红枣糕？红枣糕外面那层是那个透明的，好吃啊！真的断掉。干，你再把它吃掉了。这真的不能吃。可以啊，那可以吃啊。干。